非常荣幸的这次的话呢，我们能够可以请到尊贵的法王来新加坡弘法，我们呢尽力的来安排这个弘法行程，但是我们做的并不好，还在学习当中，还是在经历当中，下次的话呢，希望可以做得更好，那么这次的话呢，因为。 法王莅临马来西亚弘法，然后本人的话呢，就荣幸的邀请法王来新加坡弘法，那么法王呢就慈悲的答应了来新加坡弘法，所以也是我们的非常这个好的一个一面，就是这次来这里，法王来给我们开示。